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2019年的 BMW 5 Series Sedan G30 排气量 2000cc 的汽油车，行驶里程为73141公里，2019年12月月领牌，5ACC 双电动一电动尾门全车原版件。接下来就来看看这台车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实在就是 SUM。